不是？我抓不着你！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，日本侵略军在已经占领的长城线上，发起了一场更多罕见的、制造无人区的阴谋。他们驱赶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，进入集中营式的集团部队人民军，意图割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，确保日本基本国策所系生命线的满洲不被侵犯。就是这个事儿。爹，现在不会出事吧？走。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快快快！欧亚给的呢？まさか富士山らしい桜が咲いた時。素晴らしい旬なんです。爹，我钟二贵呢？既然当了这个皇协军的队长，就一定要把乡亲们照顾好。排好队，排好队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是佐藤师傅，是大家的朋友。在这里，你们将感受到我们的善意，真的希望你们用心去体会。走，干将，你随时找我，随时找我，愿意为皇军效劳。奶奶，娘，你硬耳朵一声。奶奶。娘，您老人家在天上听好了，您儿子和小英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一定给您老人家报这个仇。你要小心啊。知道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点吃的。不用了。你看这大晚上的，我专门给你送来，外边那么冷，怎么也得让我进去歇会儿吧。我准备睡了。搬家的事儿，你是不是再琢磨琢磨？这又冷又破的，我那儿暖和。
你个小姑娘，大晚上不睡觉，鬼鬼祟干啥呢？你是哪个团的？广场沟。啊，今天新来的。那个，我们也要往那边走，要不跟我一起走吧？走吧，走吧。哎，怎么不走呢？你到底是哪的？哎，丫头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二楼叔，我找不到家了。认识是吧？啊，对，老总，这孩子是我们村的，那个。我送他回去就好了，就不麻烦两位老总了。行，以后别乱跑啊！哎，小心当成坏人抓起来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老总。走走走，啊，谢谢老总。已经睡下了。是我。黑鹰大哥。叶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出去打猎，回来之后发现村子里一个人都没了，我就找到这儿。黑鹰大哥，你娘的？不知道，我娘咋死的？是二楼。来了，上进来点。我不放心你。我不让你待在原地一动不许动吗？我不放心你自己就偷偷溜。你看我打死。哥，你就别怪小英了，他不也是担心你吗？你就别怪他了。一会儿我再收拾你。二龙，跟我讲。娘咋死的？你说，我娘咋死的？我们家老爷子是怎么死的？你以为这笔账就不跟你算了？苦了的。他解脱了。哥，你居然送死了！你给我让开！大娘死了，我们都很难过，但你这样冲出去有啥用？你听见我娘怎么死的吗？他是让小日本人用刀砍死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今天我不砍下祖宗的头，姓乔的十五位人。哥，黑鹰大哥，给我让开！黑鹰大哥。让开，哥！不能冲动，你要为小英子想想。爹，要是有个后代，小英子怎么办呢？我觉得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大家伙都喊上，趁人群还没进去之前，我们跑出去，这以后有的是时间和鬼子们干。行，给脸不要脸啊！你住那窝子可能住不好，我这院不是有个厢房吗？和你腾出来了。我住哪儿，就不麻烦你庄长官了吧？给脸不要脸，总有一天，我让你心甘情愿，心甘情愿的上我的床。
皇军卫人，剧院的兄弟发现了尸体，头一个就过来告诉你们，可想撤了，这咋办？哇，这死皇军，我们可是逃不了干系啊！抬走，兄弟们，抬走。他叫小野一郎，北海道人，我的老乡，死在了异国他乡。最可悲的是，没有死在战场上。佐藤太君，我一在我的辖区出现这种事儿，我感到深深的自责、难过，我对不起你。左队长，请你务必帮我找出凶手，否则的话，你就跟他一起陪葬吧。佐藤太君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把这个事查清楚，给您个交代。好，我等着。东哥，他们这大包小包的，该不会是要跑吧？哎，是人！东哥，队员，大哥，咋办？你赶紧带着二龙三虎他们几个年轻人离开这里！敢开门，我打死你们！我不能扔下乡亲们，不能扔下你们。黑鹰大哥，只要你们能活着出去，就能回来救我们。爹。妈了个巴子！这个包咋了？想跑啊？啊！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全員集合しました。乡亲们，确切的说，是大满洲国第103号集团部落的官员们，今儿叫大家来啊，两个事儿。头一件呢，咱们把那个孟子岭给忘得干净了。第二个呢，很重要。今儿个晚上啊，也就是刚才，就有那么一小股子人向他部落跑出去。我倒想问问，王二六被我及时发现之后，还是跑了十几口子。大日本皇军对这个事儿很生气，啥后果呀？啊！下面请大日本皇军训话。乡亲们，你们好。大日本皇军在西南国境设立集团部落，咱们孟子岭属于无主禁作地带。刚才庄队长也说了，有一些人不安分，从这里跑了出去。依照保甲连坐，他们的家人将受到严厉的惩戒。索队长，开始吧。是，现在开始点人啊。张永福到，张全友到，杨春海到，刘有根儿。太子，佐藤太君，清点完了，应该受到株连惩罚的一共是32个人，
您看这么多人。我希望你们明白，我对你们一直很友好，但是你们总是在挑战我的耐心。古罗达，好，三副反满反日分子迫害部落集团之稳定，攻击贾宝莲做质疑，其家属连夜处决。觉得杀了我就能给你爹娘报仇是吧？到这儿来。哎，兄弟，开枪！哥，开枪！你疯了？杀你父母的是邱大哥吗？是小鬼子！爹，爹！啊！出来！大老爷们儿，把刀抬下来，看看上面写的啥，都是你们爹娘的名字。你们在这儿嚎，能把日本鬼子嚎死啊？能为你爹娘报仇啊？你现在能做的就是一个事儿，拧成一股绳，跟小鬼子干。就算是我们死了，到了那边见到爹娘，我们可以拍着胸脯子跟他说，儿子给你报仇了，这才是爹们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既然你们都认这个理儿，我把丑话说在头了，杀小鬼子正是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的活，如果谁怂了，谁怕了，现在就给老子滚。黑眼大哥，我没念过书，啥也不懂，可我爹娘现在被小日本鬼子给杀了，我就是死也要给他们报仇，你都打开，我听你的。哥，都是爷们儿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我们要报仇，我们要报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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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酒。皇天在上，
后土在下，我等兄弟就此盟誓，自愿结为异姓手足，同甘共苦，同生共死。自今日起，成立黑鹰大队，只做一件事儿：祭天行道，杀鬼道。祭天行道，杀鬼道。干！はい、一応各社新米ではなく、本意全部使って、第二分帝国のため。これだ君。は。情報によると、昨日朝、一部分八路軍が飛雲国から出ていて、方向が分かりません。だから、我々の顕微と順路が、もっと強く。怎么了，金婶？你说我爹会不会来救咱们啊？当然会了，我以后也要和我爹一样，一起去打日本鬼子。童小姐，哎，有事儿吗？昨天的事儿，我怕你受惊啊。特意给你送了点鸡汤来给你压压惊啊。冯小姐，你老这么对我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？你这就不对了吧。我确实有点吓着了，身子有点不舒服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改天再谢谢你啊，庄队长，成吗？哎，好，你把身子养好了，鸡汤我给你放在门外，改天再来看你吧。我走了。啊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英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栗子，栗子，宽城板栗，快来尝尝我的宽城板栗，新出炉的宽城板栗。哎，这位大哥，何英大哥，来个尝尝。他们有枪啊。宽城板栗，走吧，哥。栗子，栗子，哎，快来尝尝我的宽城板栗。这就是汤道河镇，当时我们就埋伏在这里。首长，情况就是这样，当时我们正要得手，忽然就让那几个人给搅了。知道他们什么人吗？不知道。大家把缴获的武器收好了。对呀，这还得感谢那些该死的小鬼子呀。你俩这儿弄什么呢？哥，这是咱们缴获的牛肉。香吗？哎，张大哥，您看这是上好的广胜居。好，哎，胜居。哎，对，喝，不错，掌握一下，开饭啊。好嘞，开饭了。あいつは何があったのですか。人工商にダジがあるがさ、すぐ行こう。来来来来、快码好了啊、码好了。来来来、这边这边、快过来过来过来。これだ君、ぜひ気をつけて。ジョーさん、すごくするいですよ。今回、ぜひ彼を殺すと、彼の部隊を全滅しろ。は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。大佐、将兵の部隊を殲滅します。そうでじゃ、好好配合黑田君。大君放心。我全力以赴。出発。好。全体出发。出发。谁呀？两位。哦。来吧。孙家长，你这大清早的，我们家没酒了，我在你这儿讨完酒喝，快给我弄完酒。哪有像你这样的大清早就喝酒？别提了，小日本一大早上起来就去抓一个叫乔和英的人去了，弄得我是一晚上没睡觉呀。你说这乔和英，我不认识，这个人也是吃饱了撑的。你说你跟谁过不去不好，你跟小日本对着干，能有你好果子吃？那都是什么人呢？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！
鸡蛋往石头上抓我。我刚才什么都没说，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。首长，部队已急救完毕。啊！报告，首长，收到情报，鬼子讨伐队已经下乡了。不过目标不是我们，是一个叫做黑鹰大队的队伍。黑鹰大队？根据我们的情报，黑鹰大队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一个民间抗日力量，里面的成员全都是附近的猎户。队长叫乔黑鹰，听说在其他敌军待过，打过不少的鬼子。会不会是昨天袭击汤道河镇公所那些人？有这可能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把亲历者赶出中国，就要发动群众做斗争。只要是抗日的队伍，不管是谁，我们都要出手相助。韦青山，到，带上你的警卫连，立刻支援黑鹰大队。是。可是大将，乔长的部队该明天干嘛去的？睡睡嘛。快起来，老家伙！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！同志们，鬼子上来了，我们要从屋里面给我冲出来，冲！走得太猛了，我们撤吧。往哪撤？都打到家门口了，还往哪撤？给我干！都听好了，李正子，等鬼子靠近了再打。好。给我打！对啊，看来这忙碌上来了。四平王要用红绳子行，这一要咱俩还是手打。喂，哥，鬼子怎么不打咱这边啊？鬼子怎么不打咱这边了？太君，
多钱财在，不怕没钱烧啊！来呀，不给！走，撤，撤！啊，撤！东辰，你怎么了？东辰，东辰，东辰，也不知道你爹现在怎么样了。我也想我爹了。你去那边打扫一下，你去那边，好，快。哎呀，恩人，谢谢啊。今天我们弟兄们的命算是你帮着给捡回来的，这样，今后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，支持一声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乔队长客气了，咱们都是一起抗日杀鬼子的弟兄，有什么好谢的呢？哎，爽快，哎，你这兄弟我认了啊，改天我请你喝酒。但是今天不行了，小鬼子把我们这个地方盯上了，我得带着弟兄们找个新窝。乔队长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去我们那里。我说兄弟，就算今天小鬼子伏击了我们，我们有一点损失，可是我们这帮兄弟那也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。还有我乔和英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麻烦别人。这样，咱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好，多保重。走了，后会有期。怎么，八路军出现了？是。当时如果我们不走的话，就被困在那儿了。八路军人太多了，漫山遍野的。黑天太君也看见了。不要胡说。大佐，この度は失敗を私の責任、どうぞ罰してください。これだ君、大丈夫ですよ。这次你们几乎全歼黑鹰大队，只是乔黑鹰运气好。不过就没有下一次了。同事，嗯，英子，今天我在街上听人议论说，王场沟一带拉起了一支队伍，正和日本人对着干呢。那一定是我爹他们。我想也是，他们还说有一个人把正音锁给端了，还打死了好几个鬼子呢，还抢了不少枪呢。我听你感觉像是我爹干的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，我爹可大胆了，什么都不怕。有一次啊，我亲眼看见他打死过一只狼。真的？你看，你看，就是这个，好看吧？嗯，好看。苏大将，在所有集团部落张贴告示，五日之内处决二人。乡亲们，都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好货。
你干嘛呢？黑鹰大哥，不能去哥，你不能去，他干！你们干啥？哥，人家现在到处都是鬼子和汉奸，手艺比原来严多了。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个屁！黑鹰大哥，我问你，要是你闺女让人家给抓了，你冷静吗？黑鹰大哥，可是你现在去就等于白白送死啊！白白送死，我也去。不行，不能去，哥，哥不能去，闪开，不能去，哥，闪开！告诉你啊，今天谁拦着我，我崩了他！行，我们爹娘都是被日本人打死的。行啊，今天你把我俩兄弟打死，来，我们一家在那边也算圆满了。来呀、啊，动手，哥。報告します。2日経ちますが、徴兵 N 部隊に動きがありません。前回の戦いから、奴らの行方が分かりません。明日軍隊を集中する。ワンチャン教の八六軍を全滅しろ。これから八王に攻撃を。こんな際をとばけて。あの奴か。まだ逃げられろ。俺が信じられないよ。はい。报告，首长。有大批日军正在向王场沟方向行进，密切监视敌军状况，通知各连队准备战斗。是。杨参谋，到。都来听我说。鬼子出城走八路去了，他们现在不在，咱们今天就去夺了他们老巢，把英子他们全都救出来。这倒是一个好机会，可是咱们就这几个人，能行吗？还剩三天时间了，不能再犹豫。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。大哥，今天你们谁都别去了。不愿意去是吧？老子一个人去。哥，你误会了。我们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，要死我们也死在一块。对，黑大哥，你放心，只要是你认定的事情，我们兄弟们都支持你。对，大哥，我支持你，大哥支持你。好兄弟，哥欠你们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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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首长，太奇怪了，小鬼子居然原路返回了。来了又回去了。首长，魏连长，我有个紧急情况。说，乔兵的家属。被早晨抓走了，三天后枪决，我们实在找不到乔黑鹰啊！首长，你看能不能派部队把他的家属救出来啊？首长，要么我带侦察连去完成这个任务。首长，我看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这很可能是日本人的圈套。佐藤调动队伍，就是为了引诱乔黑鹰进入人圈，想把黑鹰大队一网打尽。王副连长，到。你带几个人去猫山，尽快和乔黑鹰取得联系，一定要阻止他进入人圈。是。魏连长，到。为防不测，迅速赶往孟子岭，见机行事。是。報告します。場外部隊が包囲を完了しました。あとは徴兵員が網にかかるのを待つだけであります。
総兵員が雨に変わりました。行動されますか。酒香不怕巷子深。彼らはもっと入ってきて。好。没有，中计了，撤。红卫营，红参谋，你们被包围了。快给我出来！你完蛋了！主持人，有事了。嗨。爹，臭混蛋，看看这俩人是谁？毛利人的投降吗？二虎子，别为难他们。嘿，中间那个当官的，你就是佐藤吗？老子今天不跟你算别的，我跟你走马换将，我用你的手下一个男的跟你换两个女的。爹，你别管我们了，你先快走吧。黑鹰大哥，你别犯傻，你就交换了人质，他们也不会放你出去的。听见没有？交换你也跑不了。闭嘴！跑不跑得了，那是老子的事儿。换不换是你们的事儿。换不换？
子，快走啊！快走，快走！姑娘娘，走，走。黑大哥，我没子弹了。哥，我没子弹了。别说了。大佐閣下、黒田君の遺物を整理しました。黒田君、天皇陛下の打倒へ共栄のため犠牲させて。彼は本当の侍です。明日朝、
車両を用意して、君はこれらの一帯をここに返せ。佐々木君、君を頼むよ。は、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。古田君、俺はぜひ城さんの頭を君の亡霊を捧げます。小队长，我姐就拜托你了。兄弟，别说这个啊，反正这一次你救过我两回了，就算是豁出我乔和英的命，我也护好了你姐，放心。乔队长，谢谢你。出发。队长，哎，别，别动，躺着。早晨啊，我进林子里，打了两只野鸡给你炖上了，一会儿记住，全部吃光，一点都不许剩，啊！你啊，你就跟我们这儿安心养伤，把伤彻底养好了再走。乔队长，麻烦你了。哎，别说麻烦，这说到麻烦呀、啊，是我们麻烦你了。你想想，如果不是为了我们。你能受这么重的伤啊，乔队长，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但你的大名啊早就如雷贯耳了。这个不敢当嘛，我就是一粗人。其实啊，这次打破日军的人卷封锁是我们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的重要使命，端掉佐藤老窝呢也是我们这次作战计划的重要一部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既然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为什么我们不联手起来一起去打破人卷呢？大妹子，我也跟你交过师弟，佐藤那条老狗身上背着我兄弟几十条人命，这笔债我一定跟他血债血偿。话说回来，我们黑鹰大队这帮人都是没规矩啊，农民呐、啊。猎户啊，和你们联手就是给你们添麻烦，是不是呢？我看，爸，乔队长、我明白你的心思，你想报仇，想跟佐藤拼命。可你们想过吗？就你们这么打下去，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呢？日军可比你想象的要狡猾得多啊！哼。好，就算你们报仇了，那你们黑鹰大队的使命就算完成了吗？作为队长，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得更长远一些呢？哎呀，魏科长，文化人啊，看的就是比我长远。哎，不是，你俩跟这愣着干啥呢？啊，没看见这大姑娘要休息啊？走。走，来，魏科长，好好休息啊。魏科长，您休息。哥，这八路可救过咱两回呢，您真不打算跟他们一起干呢？哥，咱为啥要加入八路？这八路到底是啥来路？咱谁也不知道啊！你闭嘴！我又没说错，你干嘛让我闭嘴？你懂什么呀？别吵吵了。三虎说的对，在没搞清楚这八路军是什么路数以前，别说什么加入不加入的。再说了。兄弟们的仇啥时候报？英子啥时候救出来？你爹你娘的仇啥时候报？不是大哥，闭嘴！
就这啊。等那个魏科长伤养的差不多了，你跟三虎护着他回去。好。这就叫冤有头债。二狗蛋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求你放过他吧。今天二爷要是不高兴，我就把你们俩都关到宪兵队去。日本人可没那么好说话。二狗蛋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那你是个聪明人呀，你知道我想怎么样？你说你都是我的，咱们这是一路基本人，坐下。二狗蛋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动小英子一根汗毛，你就不得好死。咱们是亲人加亲的，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？那就有空常来吧。英大哥，没事吧？小大哥，你在哪儿啊？はい。私はぜひ殿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。心配しません。天皇の弟がすぐ我々の地域に到着する。その殿の来る前に、君は黒大隊を全滅して、殿の安産、ぜひ報告しよう。はっ、必ずご期待に添えてみせます。哎哥，你看那些村民是不是又来投奔咱们的呀？嗯，估计是。哥。看来你们黑家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啊！那当然。魏队长，咋了？你看他们每个人右手拿着包袱，腰杆挺直，看着怎么这么怪啊？哎，你们看，那个腿身上有枪！小鬼子，我一望向把他给开。这样，我俩在这打个敌人，散伙。你赶紧回去报信，快回去。好，那你们俩小心点啊。好，快。来。小心！
快快快快快，上面人快！黑鹰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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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咋又回来了？不好了，我们半路遇上小鬼子了。多少人？我没看清楚。没看清楚你回来？魏科长让咱们大队赶紧转移呢。转移个屁！兄弟们，跟我走。好酒啊！盛居的原浆酒啊！啊，好酒，冲着也多喝两碗。好，嗯，走着，走。嗯，哎呀，哎，你说哎，我当时还真是小看乔黑鹰啊，这小子有两下子，把佐藤给打败了，惨败。太解恨了，早就该有这方方的这天了。哎呀，孙院长，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。哎呀，咱俩这……我觉得小日本是早早晚晚会被打出中国去的。咱今儿这话哪说哪了啊？你说你这话都掉脑袋了。谋杀掠夺，强奸妇女，不就是禽兽吗？院委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不会是……咱们是乡里乡亲，天天见面。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？李掌柜，你是什么人跟我没关系，你自己你小心着点吧。啊，哎，你接着喝呀、啊、小心点吧。太子，ご期待を裏切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。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自決させてください。お前はバカ。たくさん兵士も死んじゃった。まさかお前も死ぬだよ。俺に教えるはず。君は大日本帝国のため死ぬまで、ただ武士道精神ではない。いえ、はっ、帝国に忠誠を誓います。よし、そうでしょう。对，明天和佐佐木带着部队一起去迎接新郎，不能有闪失。是。兄弟，我对不住你了，大理的事儿没办到，我也不知道该说点啥。哎，这吧，哎，大哥，起开，起开！要杀要剐，随便你。大哥，快起来！曹大哥，今天我姐姐牺牲了。明天可能我也会牺牲，但这不要紧。自打我为青山穿上八路军这身衣服起，就已经将我的命交给了抗日事业。第五軍管区の迎えを待ちましょう。今回、満州国の西南国境線の防衛を視察して、入るとき、熱川省副省長、壁谷高一郎君、私の話をすると、彼がこの戦利武人区を整形しました。もう、すべて反問抗日分子を軽蔑しました。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土の上で歩いて、
心配することがなく、この素晴らしい風景をよく欣賞しようか。はい。大哥，好消息！我刚才在巡逻的时候，看见有一小队鬼子在咱们附近转悠呢。看他们的样子，好像有大伙。好，撞到老子枪口上来了，干他！好。前に水を飲ませろ。他の者は相場で休め。十几个兵，下去看看。走。大佐、私が着いた時には中枢隊の帝国軍人の死体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その周辺を捜索しても川本親王の行方は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バカだよ。親王を探し出ません。全部水っぽくだよ。不是八路军干的，就是乔黑鹰干的。苏德兄，我只能给你两天时间，赶紧查明亲王的下落。我马上去办。哟，还两条龙呢！哎呦，真有哎！哎呦，可不有龙吗？哥，好的，咱这一次真的钓到一条大鱼。大啥玩意儿啊？他说呀，他是日本天皇的表弟。谁表弟？日本天皇，还是那个华北派遣军什么观光团的团长，叫川本宫，是一亲王。亲王？哎，哥，这亲王是不是就是王爷啊？差不多吧。哎，太好了，咱们居然抓了个王爷！别吵吵，都别吵吵。我有一想法，那个，咱们想办法呀，把亲王在我手上这个消息啊透给佐藤。等佐藤知道了，我跟他提条件，用亲王换我女儿和童修宁。佐藤相当狡猾，我相信他不但不会答应，还会带着大股的鬼子来清剿我。这个时候啊，他那个老家就空虚了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这到时候你们在半路。就这儿，消灭他的大股部队，我们绕到城里去，去端他的老巢，咱们两边一起干，哎，打他一个天翻地覆。别知道，到时候这顾头顾不了尾，顾尾也顾不了头。你看这个啊，成吗？黑影同志，你这个想法太好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刚才路上吧，还担心可能您会不同意呢。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就
就是把亲历者赶出中国去，我们怎么会不同意呢？太好了。不过我这边还有一个麻烦，这个小鬼子吧，把这个人圈盖的实在是太皮实了，虽说里边兵力不多了，可是要是硬打，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。我有一个招可以混进去，但如果里边能有人配合我们干，这事儿就成了。不用担心，黑岩同志，我们人圈里的同志会全力配合你的行动的。太好了，啊，太好了。孙乡长，这日本人在中国干的勾当你也知道，我们的乡里乡亲死了多少人，他们就是禽兽啊。是禽兽，他没咬我呀。怎么没咬你？你弟媳同心灵不是还在他手里吗？信任你，黑田佐藤也是信任的，可是他的下场是被一颗子弹给毙了。难道你比黑田还值得佐藤信任吗？接着说啊。哎，大佐阁下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最近佐佐木太君跟庄队长在部落里头抓这反满抗日分子吗？我是这么觉得啊，这时间长了吧，对长久治安不利。不是那个大佐阁下，这个我话他怎么没说完，你知道吗？那我那意思是，我有个好办法，能让百姓安定民心。说说看。哎，那个是这样，您看我们这儿老百姓啊，他都有一个习俗，就是拜神。啊，他遇到个大事小情的呀，百姓都自发组织起来到神树那儿去拜关二爷。可是现在您看，不都在咱这部落里头吗？他出不去，拜不了。那咱部落里生活是挺好的哈，这个我是这么想的，这不行，咱把这神请回来，啊，请回来，给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，是吧？他这样也有利于庄队长后面工作，他是有好处的。庄队长，您说？也是个办法。既然孙家长说的有道理，那就全权交给你处理吧。哎，行，那大佐阁下，我抓紧时间张罗。哎，那个孙队长，我先去。说得巧，到时多派些人手，全程盯着请神的人，别出什么纰漏。英大哥，只要你们能活着出去，就能回来救我们。天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等你回来接我的。大佐阁下，乔黑英托人送来。他说川本宫亲王在他们手上，要求
要求对我们人质。答应他，定在后殿交换人质。皇军英明啊，不过这好不容易捉着他的女儿，就这么给放了。不用说了。是你的私人恩怨重要，还是大日本帝国的荣誉重要？去办吧。哎，佐々木。は。部隊を集中して、奴を潰す。大佐、もし原住民が行動したら、死ぬは殺さ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。それはありがたい。知ってるか、我が大高三区、真の殿が見たことありません。大佐、そう言われますと。佐々木、いいチャンスだよ。知ってるか、俺と真吾が東京だよ。我々の政治執着が違う、関係も良くない。もし彼が生きて帰れ。大佐、帝国を裏切るつもりですか。俺は帝国に真摯だよ。実にはこれは将軍の配置です。国内の都合が変わった。川本宮氏をぜひ装束だよ。听苍苍，地苍茫，五位财神皆到来，有我二爷洪天将啊！洪天将，拜天，拜地，拜忠义。听苍苍，地茫茫，楼上三尺有神灵，五位财神皆到来，有我二爷。洪天将啊，洪天将！爹，那别拿着枪瞎比划呀！关二爷是神，他没见过这东西。好不容易把老人家请来，再给他惊吓回去，咱可就白折腾了。行，你去那边评试试。你呀，准备。首长，打不打？再等会，再近点。
什么？你在这儿听住了，我二龙去救英子。哦，那你们俩小心点。四个，你俩我们不录。哎，小龙，二龙，带着几个兄弟去救英子。大哥，快去叫我那个，你们上，快走走。好，黑鹰大哥他们去救小英子了。好，东西去找点枪。走，哎，走，快！哎，你去看看。里边全是枪和鹰的人，人太多了，人也反了。进去，滚！杀过人吗？乔大娘，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呢，咱们可是亲生家亲姊妹。你别过来！你下得去手吗？我再问问。来来来来来，放下啊，放下放下。
小英子，快！保住！保住！小英子，快跑！我不走。快呀！我马上去找你，好不好？快，快呀！快跑！海英大哥，站着别动！小海英，让他们把枪都放下。再走一步，我打死他！佐藤，你把枪放下，老子给你一条生路。你听听，现在外边都是我们的人，你跑了。站住！我再说一遍，再往前一步，我打死他。把枪放下。黑鹰大哥，你开枪吧，别管我。我死，他也得死。乔黑鹰，我知道你不怕死。你不希望你心爱的女人被打死吧？小黑鹰，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死在眼前，是多么快乐的事情！你打呀！黑鹰大哥，如果你把枪放下，我们都得死。你打呀！大哥，你别放下枪，求你别放枪，你别放枪，开枪啊，黑鹰大哥，开枪啊！秀娘，秀娘，坚持住，一定坚持住啊！没事啊，你会好的。别骗我了，我知道，我这次是扛不过去了。别胡说！我不许你胡说！这样抱着我的感觉真好，真希望你能一直抱着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就这么一直抱你一辈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县里最好的郎中押来。如果他治不好你的伤，老子已经崩了他。你听说吧，兄弟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那天小英子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如果以后他管你叫娘了，他让你帮他天天打我。你说这孩子，以后等你过了门，你、我、小英子，咱们三个人好好过日子，一定坚持住啊，兄弟啊！你还得给我生个儿子呢，生五个儿子。以后白天我去打猎，你做饭。我天天吃你做的饭。
Thank you.